这是新来的转校生吗？他不是从那个听说都是痞子学生的其中转来的，笑死的没有。新同学很拽啊，哪来装逼狗？去给点颜色看看。有些规矩怕不是要教教你，想要日子过得好点，就给爷把寒假作业写了。这就对了，算你识相。上课交寒假作业，没有的到我办公室来。